姐，你回来啊？你没得事吧？阳了没？没呀。我跟你讲，我一个人在宿舍待了几天，然后又没得事，公司又没上班，我就回来了。你要干啥？我来喝菜。喝完了吗？刚喝喝。就回家哎。你吃饭没得？还没，我把它抬回去了。打了，我猜。你用白菜吧。就。啊。你多点挖点盐水啊。想吃盐水。我这个白菜可以吗？今天多吃几朵白菜了。有几朵差不多了，我们可以多挖点盐水。盐水漏了。还可以吃。你吃啊吃啊。啊。我再给你养点吃的。可以啊。够了。你还想吃了没？没有了，最后一下。走、哦。啊，你刚萝卜踩死了。哎呀，我不小心踩的了。你莫去，有点冷。没有劲，上次挖过，这家伙动不起来了，有点没得气嘞。我又没几几次，那时候有太阳了，没得来溜呗。哎，没劲，挤下出来了。挖个一两根就够了。慢点。你都挖网子都有了嘛？拿网子。怎么挖？只有这种漏开才有。那外头没得吗？外面它的花没长。是有没、啊？有，我摸到一个。在呀。在下面。有几根够了？够了。走嘛。走回家。拿回去。拿了吗？拿回去种到缸子头。可以啊，到时候开火挖出来。哎呀，你得上来。我不得上。哎呦，来我拉你。呀。你们公司人走啦？对啊，一开始我以为我也走了，但是我在寝室待了好几天，没得事，所以我就回来了呀。真的没？真的，我才不和你开这种玩笑。啊，你们在屋头有哪个证没啊？现在没得，其实没得啦，他们证就像盖门一样。但是能防花就防花，不得整，尽量不得整嘛。嗯。我都没采过藕嘞。我也是才学的啊。你准备弄哪个藕去啦？上次我和董门是弄凉拌的，现在天气太冷了，就莫弄凉拌的了。我也觉得，昨天烧了素热菜。嗯，我又重新学了一个。都有67天是吧？哦。姜、胡椒粉、盐、鸡精、酱油，还有那个淀粉。姐，你们是放年假了吗？没呀、啊，离过年还有两个月。现在是等他们身体好点，然后再回去看上班呀。哦。炸了，好，加油！结合写的啊？好，这我写的啦。你是要煮年味盒子？对。可以吃了吗？可以啊，但是我还想再炸一顿，更脆一点。现在吃没脆噻？你也吹你上过了。我来上一个。等我来弄个盐水辣子。弄了。嗯。我马上要炸好了。辣椒、盐水、葱花、椒、酱油、醋，哎呀！最后我今天决定了，我要煮清水白菜，再这个辣椒吃。主任，白菜好短，再炸一顿。
几块钱？好，我最爱吃了。马上，清水白菜，吃饭了。好。喂，吃饭了。吃饭。哎呀，吃饭吧。捡三个枕。再加一个。说服也太爽，就是有点辣。辣得香，我们讲，这种年糕盒子好吃啊，但是就是吃了点辣椒。辣椒？你从哪有？平常手抓辣椒才好吃啊。来，给我点。这种年糕盒子好吃啊。小乔。嗯。这。咱家怎么了？我们必须要做吃老辣的。啊？东龙，东龙。三千，可能没得五，你都没赢呀。喂，好吃嘞，肯定好吃，我跟你讲，无疑是个美食家，像我们这里单卖其他的不一样。真的啊？真的。